是咱爸爸赢回，我们的和声震天下，我们的和声满天飞。这白天了在地干活，一边拿着枪，一边拿着锄，有的人来了，把锄干死。我们被英雄保护得很好，他们的名字会一直祝福着这座城市。在这里，一阵阵温暖的风吹遍大街小巷，留下的是故事，抹不掉的是人们心中对美好的向往。历史的脚步悄无声息，厚重的文明蔓延在这里的每一寸土地。这里有着煤矿工人，灰色的皮肤与漆黑的巷道融为一体，落满煤尘的砖墙也没能把他们的身影隐藏，就这样将火与光从无边的黑暗中带了出来。他们特别能战斗，用勇敢交出的血肉之躯告诉了帝国主义，今天的中国工人不会再受欺凌。从此他们的信仰薪火相传，他们的灵魂热烈滚烫，连同这景色汇入这片令人铭记的天地之中。963焦作解放区是焦作解放，这里有着历尽风霜也无法抹掉的爱与希望。它是解放，解不开的是情结，放不下的是牵挂。这里不算广阔，灿烂星河里只能算作一点，但请相信，总有一道风景值得你驻足。